隐藏在成大附近的美味创意料理餐厅炙烧溏心蛋明太子鸡腿串，今天带你们到三号烧烤吃饭喽！太嘎后矮黑美森，先以炙烧鳕鱼干沙拉开场哦，清爽又开胃。至于来到这里绝对必点的就是各种独家创意串烧哦，包葱、包笋、包菜还包蛋，居然包的还是溏心蛋哦！经过简单的炙烧，不仅上色还增香，刷上这三号独家酱汁哦，是美味的关键哦，在鸡肉上挤上满满的明太子，和放上整片的起司，再经过大火炙烧，这香气实在让我无法自拔。最让我着迷的蒜辣蛤蜊哦，颗颗饱满又新鲜。今天和朋友来这里吃饭聊天，点了一桌的丰盛。他们家的串烧我已经吃了好多次了，不论是调味、熟度还是口感，我都非常的喜欢。再来，蛤蜊的新香料浓郁，酒香提味，在口中的鲜美程度，真的要吃了才会。如果再来份蒜头鸡汤，那真的是暖心又暖胃啊！三号烧烤的味道是真的好哦，时不时还会推出新的菜色，非常值得推荐给各位哦。